我是公安列车长，1981年1月10日。新左营站，新左营11:53出发的是3071次哦。新左营发车经由屏东县开往枋寮的区间快车1565区间快。然后另外一边好像还是彩绘的，还有这样，我也太专业了。这是屏东优化彩绘。哎，对，我要玩一个东西，我要弄一个东西。这个之后的，它就可以换位置，是吧？这个就是不用用那个的，像类似翻倍一样，是吧？人家说翻倍。啊，如果小朋友嘛，咱们这都用不到，是吧？现在只是在讲。啊，好了，刚才只是在讲，拜拜。我传统式的翻倍。好，真的，我要舒舒服服的到枋寮之后转168回彰化。对啊，这就是我今天的高雄半日游已经有完成了。我也去蛤蟆新铁道故事啊愿景馆，蛤蟆新铁道愿景馆也去那个了，端端汉堡，对吧、啊？谢哥，再见，拜拜。